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今天继续玩到《电视力无尽瞬间》的，然后今天呢就继续玩上次我们玩到这个通关的过后就回来教人喽。那你？那你？不是，不是跟讲话，我们要去教人路先。哟哟，报告已完成任务，夺宝作战。第二个大小姐的秘密。从 NPC 处获得过情报。哦，好的。还有第三个是土龙铁那个，我自己已经收集了。哦，好的。转移水晶一个。还有没有其他任务？应该是没有了。很凑巧，似乎没有什么其他任务介绍。好的。然后看一下什么东西要做。啊，对，我没有任务了，所以是要看一下我的那个 memo 在哪里。这边立法先跟我们谈谈，还要找杰伊拿钻石给他。好的，杰伊啊，杰伊这边。Hello， 你要的钻石哪去？これダイヤモンドじゃないですか？因为杰伊是个怪孩子，所以这是神送的哦。でもいいんですか？ここまで高価な石じゃなくても。当然可以了，就是因为想送给杰伊才带回来的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ものすごく嬉しいです。能看到杰伊这样的笑容，这绝对要比卖给店里的还更有价值呢。好的，帮他找石头任务就完成了。他叫我们找一些奇怪的石头给他，结果我们找钻石给他。好的，接下来去找立法，立法是在上边街。不在这边，立法在这边，就买一个蓝色的。蓝色的什么？ちょっと相談があるんだけど。哦，组队吗？好的。ありがとう。然后，哎，等一下。何？我应该是要单独找立法先，因为组队的那个任务就不能完成了。哟。解除一下，等一下来找你。哎，现在不能解除了。那你不还是先这样在一起吗？好吧，等解那个立法之后再做。我们先去打 boss， 确认一下 boss 的情报是哪里的。有罪恶之镰，看起来是死神。所以他会进行镰刀进行全体攻击，在黑暗中给我方造成大伤害。弱点是打击属性冲击波的，可以后退来回避。哦，好的 ，HP 低下会使用全体攻击。哦，好的，打击属性啊，打击属性我好像没什么练到，看一下。好的，选这个杖，跟那个谁荔枝拿的杖一样。なんだ？希望参加 BOSS 攻略战吗？参加 BOSS 攻略战。哦，好的。よし。よし，准备完毕。
略会議を始めましょう。キリト、ありがとう。それではボスの攻略。每次攻略都是我们这一帮人罢了。哦，大礼开始了！冲啊，冲啊，你冲啊！啊哈，看到了。打击，轰！啊，喷射你了，你还不死？哦哦，他出招了！哦，被看到，我站在另外一个方向，我站在另外一个方向，现在就打不到我了，我站远一点，抓一，开招，轰！好像不痛的，好像不是很痛，不要紧，用普通的招打。有打到吗？有，哦，两hit罢了，前后打到，然后后面打到。用这个武器有点缺点，就是他的 SD 不够，不能连续用招。武器再生。哦，好的。好像我又打不到了，这样太远。三四五 hit 打中四 hit 吧 ，Mr. 一 hit， 砍他，哦，失败，好吧，破招，哈、哦，好，我补一下 SP， 你们顶着先，有按错招，可怜，补 SP， 补 SP， 好的，荔枝还我一下，这不是荔枝，是农，叫错人。我在这边，试一下格挡他，看能不能格挡。他不理我了。好，五 hit 啊，终于有了。血虚，叫他晕。护卫装饰品，叫他啊。好，进行打击。哎呦，被打到了。等他砍我，说隔挡他。呀，敲你晕啊！敲晕他了，敲晕。啊，成功了！哗哗哗，好像不打通了。这不是克制打属性了吗？气死多钱？我要补 SP 了。哦，被弹飞！笑他，好像破不了他的招，看看，整个一幕黑去。
好吧，站在他脚这边出那个出招五技五 hit 的，好好好，加油吧各位。啊，这是 MNDC 拖你招哦，啊，我每次等他出那个大范围就等拖他招。哦哦，来不及化招了，这个。哦，五步黑气了。切换，水气射，敲他，没有敲他，有点难打了一点。已经推了很墙角了哦。哦，痛痛痛！还要吃，还要吃，去！哦、什么机会？出刀一，还剩一点血了，轮到我，哦，被迫招，哇，没有，那个，哎，能出刀了，太好了，免了吧，有了，赢了。耶、yeah, ，太好了，我拿拉西。哦 ，MVP 是我，拉西也是我，拿到一个无极指环，拿到 A 吧，啊，随便的，拿到 A 就好。这算是达到了，之后直接上层仙气火城镇吧。分かったな。第81层喽。お、キリト。今天先回雅克索菲亚休息。打的每次成绩都是怪怪的。是斯特雷亚新的女主人翁吗？那个是跟踪回来，他好像没有察觉到我呢。嗯，被发现了吗？刚才好险。他的心情好像不错呢，到底准备去哪了？停下了，那个建筑是旅店。ようこそ、私の家に。哎，被发现了。ほら、キリト、そんなところに隠れてないで、こっち来て。お茶用意するから、上がってってよ。什么？原来已经暴露了。始めっからね。そんなことより早く早く。啊，承蒙款待，喝倒他。了解他的好机会，这是绝对要问出有个价值的情报来。原来就是借住在这儿生活的吗？嗯，この部屋なんかおかしい？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有点意外，或者说是非常可爱的感觉。原本还想着会是更接近大人的感觉的房间。大人？私って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なんだ。まあとりあえずベッドにでも座ってて、すぐにお茶入れてくるから。就一定要坐床上吗？没有椅子吗？
お待たせ。为什么坐我的边上？他にも座る場所はあるだろって顔ね。でもね、私が私の部屋でどこに座ろうと別に自由だと思うんだ。好吧，随便你坐哪里。比起这个，你我还是想先把我们上次的话题继续聊下去。虽然没在攻略组里面看过你，但总觉得你是属于某个工会的吧？既不是雪门骑士团，也不是圣龙联合，工会是下层某个星工会吗？ギルド？所属してたのかな？这是在避重就轻吗？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告诉我你都是在什么地方练等级的吗？多分いろんなところで。ごめん、よく覚えてないの。不记得就是说记忆丧失。そう、どうだろう。そんなことより、私はキリトのこともっとよく知りたいな。こんな細い体なのに、なんであんなに強いのかとか、すごく気になるし。ちょっと体を触っただけなのに、キリト、敏感だね。敏感？我说是不是有点靠太近了？そっかな。近づきすぎって、もっとこのくらいのことじゃ。有没有？是克雷因，都是这无关要紧的内容。不过这幅屏幕可以让我利用一下。不好意思，好像有急事叫回去，今天就先告辞了。なんだ、残念。じゃあ続きはまた今度ね。啊，谢谢你的茶。我本来应该是要套他的话，可是我这么先逃出来的这个笨蛋，感觉我自问都被他糊弄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他真实身份？哇，好像很多东西。好的，我们先去之前还没做的那个又有新任务吗？这个第81层了，挤一点点喽。我们先去找那个荔枝先。啊，就是你了。立法不是立志立法。あ、お兄ちゃん、ちょっと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けど、このフォアフロッグの肉ってアイテムどうやって使うのかな？小蛙的肉，这不是 HC 四塞吗？你还真厉害，居然说出这个。珍しいの？这是高级食材的一种，实际上我也是头一次见到。食べられるってこと？当然是要先经过调理。还行，毕竟这玩意是 SD 食材，所以无论是煮还是烤，应该都是没问题。好，立即拿到阿斯娜那里帮，叫他帮忙做成那碗料理。好的。嗯。这个阿斯娜就吃醋了嘛？这样，如果做好了，哪怕不多也可以给我带一点的，不是几次给我一点。お兄ちゃんっていつもアスナさんに手料理をごちそうになっているの？是啊，毕竟以前曾已经住过一段时间，虽然现在也是差不多。而且阿斯娜的料理技能已经是完全习得了，这种稀有程度估计方便整个埃恩格朗特，又是奇怪的地方名字，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吧？そうなんだ。立法是什么？小吃。阿斯娜さんのところに持っていくのはやっぱりやめ。お兄ちゃん、私自分でやる。やつ自来吧。为什么？あたしだってこの2年間でお料理勉強したの。阿斯娜さんばっかりずるい。あたしだってお兄ちゃんに手料理食べてほしいの。等一下 ，ICO， 你的料理说到底也是只能靠技能啊，和现实世界的料理不一样。就算现实里再怎么练习，在这也是没有技能的话。だから頑張る。这根本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待っててね、お兄ちゃん。すぐ美味しいごちそう食べさせてあげるから。好不安。我说。ごめんなさい。
搞砸了吗？没关系，就算这样味道也别具一格。こんな丸焦げになっちゃったし、体に悪いよ。已经整个烧焦了，这又不是现实的身体，不会有健康上的问题。而且就算万一发生什么状况，在城镇里也不会受到伤害的，至少死不了，大概吧。でも，那我就吃啦。啊，不错不错。兄ちゃん，吃烧焦的东西。来，小侄女，别一直没精打采啊，尝一口试看，这意外的挺好的，意外的挺强烈的。お兄ちゃんの状態が毒？死了中毒。S 级食材的毒性在圈内也是有效的吗？除了什么睡眠 PK 以外，居然还有这种方法。啊，お兄ちゃん！一次一次。お兄ちゃん！吃东西吃了食物中毒，どうしよう、私のせいだ、私の。快点用解毒水晶，只是相当于食物中毒而已。でも，毕竟也用了解毒道具，然后只要像这样躺在床上睡一觉，很快就没事了。兄ちゃん、体震えてる。寒いの？どうしよう、どうしよう。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そうだ、寒いなら私の体で。こうやってれば少しは暖かくなるはず。直接抱上来。大丈夫だよ、お兄ちゃん。哇，好刺眼！天亮了吗？这是什么软绵绵的？お兄ちゃん、おはよう。よかった。少しは良くなったみたいだね。我稍微来小子，虽然很抱歉吵醒你，但是现在是下面情况。ああ、そうだ。他のベッドからお布団を持ってくればよかったんだ。ダメだな、私。そんなことも考えつかないで、病院に押しかかっちゃうなんて。ごめんね、お兄ちゃん。重かったでしょ？一点不重，不仅就是小智身体非常温暖。不是不是，让奇怪的死意思。陪我到早上了，对吗？谢谢。ほら、お兄ちゃんだって昔はよくこうしてくれてたじゃない。私が風邪ひいた時、ずっとそばについててくれた。だからお互い様、兄弟なんだから、助け合うのは当たり前だよ。まあ、人肌で温める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やりすぎだ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けど。这是什么回事的气氛？怎么沉默？好尴尬。小侄子妹妹应该是我的妹妹。そうだ。お兄ちゃん、朝ごはん食べられそう？早饭。经过这杯红豆，感觉肚子有点饿了。じゃあ、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お待たせ、お兄ちゃん。はい、お兄ちゃん、朝ごはん。这是粥。これくらいなら、私の熟練度でも作れるからさ。どう？よかった。どうも、先生、ママ、お母さん、私たちが風邪の時はいつもこんなお粥作ってくれたよね。味付けはシンプルなのに、なんだかとっても美味しくて。現実に戻ったら、ちゃんとした手料理食べさせてあげる。リアルだったら、アスナさんにだって負けないんだから。好吧，那就期待了。
好，所以还有很多剧情。老师不用紧啊，今天时间也是差不多了，我们就今天的时光就到这边为止吧。然后接下来很多剧情是等下一次再玩的啦。好，谢谢大家，拜拜。